撒小。阿龙嘞？大盾，哇！啊！只捡这个啊？啊，我怎么过去那边啊？太妙！是龙的声音，还是下面的小的声音？哎呦喂！他妈的，都你推我一把，干，不要脸，我的血原本够的。哎呀，被你害死。弄，哎，看。我打蜥蜴，哇，又有人入侵了。
哦呦！蒙眼面具！我操！直接在这里被打死。哎，这可以，这是不是可以下去？不要好了，太冒险了。哦，就是这样。呜、哦！来这招！看他没死啊！我以为他死。好，没东西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哇，玩这个真的会心脏病发。哦呦，打过了，哎，我迷路了。嗯？哪里？哪边下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绝对不下。祝福宝石。真会迷路啊！
先用双手剑吧。斜眼戒指是什么？加一的我都没用过，没原本的我都没用过了。哇，这么重啊！斜眼戒指这么重。这是地下古墓的概念吗？哇哦，是妖！我先下去看一下。看没事，一看出事。唉，靠呗。直接返回比较快吧。干，这 DLC 真的要打好久。哎呀！我才懒得重跑了，白痴才重跑。起来了，还戴帽子。
记得如果要用的话，应该是要六万多，对不对？要升一级的话，要怎么打？这没办法中啊。走，气死！这要怎么打？这里会被烧到，干！
别闹了，别闹了。我操！我操！Yes. 哦，爽！这是哪？我靠！干！换你妈的幻影墙，超卑鄙！电线，前有龙。前有洞穴，不是啊，捡不到啊。哦，上面。哦，进来吃。我先回去啊。神经病啊！这是什么？哦，修女的。满了哦，搞定。我看一下修女的是什么。阿尔斯特强。
他是鞭子，还有镰刀。这个开了。